那边的就是说晚上啊，就是男男女女的在沙滩上，就是各国的男男女女是不是很多呀？就是挺多的，很多国家的，就是看日落的。很多的，很多的美眉什么的那种。对，就是很多国家。就是、很多穿比基尼的那个。OK， 朋友们，上回那个，没电了，相机没电了，就30%多的电了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停了。然后今天，继续上期的节目，然后我们换了一个地方。这个主题是泡泡啊，对，斯普瑞斯奥特莱斯，泡泡马特，泡泡马特。哎，不是，你要是去那个，就是坐飞机去，是直飞吗？不是直飞。那你要去兰卡威，广州有直飞原来，但是现在不是疫情都也关了吗？算是明年也差不多了吧。啊，对。但是我觉得广州直飞可能还会开，然后北京的话，你可以从北京去的话，就是国航，我觉得还挺合适的，而且不贵。哎，要么就是北京到广州，广州直接直飞兰卡威，兰卡威机场是吗？对对对。哦，要么先到，要么后到。对对对，好像。那是广州的朋友，那基本上很爽了。对。哎，反正我其实一直都想带孩子去那边玩的，就多长时间了？我记着我前年就跟你说过，对，就是因为有时候你想带孩子到那边玩吧，就顾虑什么呀？顾虑吃什么、喝什么、住哪儿，干净不干净、卫生不卫生，还有什么蚊虫叮咬，到那边有没有稀奇古怪的虫子？就是那边吃的辣吗？还行吧，但是会有人西餐厅啊，也有麦当劳，也有汉堡王，然后也有肯德基，就是带孩子。反正吃肯定是怎么着你都有吃是吧？怎么着？而且中餐厅也很多，那边马来西亚的人口大概有29%都是华人，所以你找一个华人的餐厅还是可以找得到的。然后是广式风味啊，那个。好，有没有什么夜市？什么小吃？整个一条街的。南卡威就有夜市，是吧？其实就好多博主会推荐去那个夜市，但是吧。啊，就是博主是为了做节目推那个夜市，对。对，但其实那个夜市像不像北京的王府井小吃一条街？就是有点像口味，就是正宗不正宗？我不是很推荐去那儿吧，因为人多，口味方面吧，很重，口味很重。然后所有就是油炸一切，那种吃也就那么回事，因为它就是没有中国的那个美食。大国那种哦，我明白了，每个摊位就是不同的样子，但是到那儿吧，你可能好几个摊位是卖的同样的。我问一个，就是大部分男性都特别喜欢这个关爱的啊，这个话题，尤其去泰国呀或者马来西亚这种地方，有没有好玩的？就是，男同学都觉得好玩的那个有没有？夕阳风就出海看日落那个，哦，比如说你去那儿，然后没准你就在，你就能遇上了，邂逅了。哦，我觉得很容易，真的，哦，很容易。那一般什么时候去合适？就是，怎么说呢？中国春节的时候，天气应该是最好的。亲子游的一个好的线路，你能浮潜，然后你那个岛上还有小的动物园，那是可以喂动物的。兰卡威就是更比较平民化一点，而且更自然一点，没有那么多太人文那个建设的，而且它不商业化。哦，没那么，对对对，商业化，没有太多的商业化，哦，对。但是照这么说，兰卡威就是你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当地的这种感觉，是吧？对对对，然后没有什么高楼，都是这种就。不是，那我就想知道啊，那他们在那边三口子是吗？三口子。那三口子在那边吃什么喝什么呀？那他是买房子呢，交了100万。我忘了，100万马币。那就是说在那边他们不用工作？他开做艾饼啊。哦，做艾饼。本地人的生意。那咱比如说我要去的时候可以住他们家是吧？对，可以啊。啊，贵吗？就看有请假的时候，你问我就完了。哦。
他们家就是很干净，然后因为泳池，人家小孩活动活动也有地儿，也有花园，独门独户的那种。哦，对，是那种独栋 villa。哦，然后泳池真不行，